我就说秦染那人不敢来吧。不好意思啊各位，我来晚了。没事，天这么热，挤公交过来肯定累坏了吧，喏喝口水。秦染，那水啊是用来漱口的。你故意的？哎呦，开个玩笑嘛。哦，也难怪，你一个穷打工妹哪会知道这种冬暖春心的规矩呢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不是。在场的这么多人，哪有人不知道我的儿子的亲生父母早就去世了。我呢也只不过是给你一个见识上流社会的机会，毕竟我现在还是嫁入豪门啊。今天这顿呢我请，想吃什么呢你随便。不过这菜单上的都是外人，你看不懂。看不懂没关系，那就全都上吧。你怎么来了？你都帮我演妈妈了，我怎么能看你被欺负。你这个小孩是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这样的消费有多贵？起不起是吗？那你跟我 AA， 你付一半，剩下我用零花钱来付。行啊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没爹没妈的小屁孩能有多少零花钱。不管多少钱，从里面扣一扣。